积木，妈妈怎么都看不懂。我在帮芭比盖城市啊，因为我等一下要跟芭比一起去逛街。哇，怎么那么厉害？那你能告诉妈妈你在排什么东西吗？可以啊。妈妈，你看，这里是我们家，旁边是 Costco， 所以等一下我就要来先跟芭比在这里吃披萨。哦，然后呢？然后我会跟芭比一起搭捷运到旧社公园那里玩。好，那你们路上注意安全哦。我们还会去附近店家去吃下午茶，还会到宠物的生活圈这边去吃晚餐。你哦，这个小鬼灵机。因为我们家真的很方便啊。